一会儿你俩姐夫回来呀、啊，你就拿他们当观众，他们要是相信你怀孕了，哎，你上台，指定没错。就这么办，行，买菜去了啊。哎呀，我回来了，行、嗯。哎呀，啊，大姐，你干啥去？这又我买菜去做晚饭，是不是？有啥想吃的，我买回来给你做啊。你做的饭我没有一样爱吃的。我能吃你做的饭，中午刚完的饭局，大姐来，啊，哎，闻没闻着大龙虾的味儿？闻着了，麻辣小龙虾的味儿。哎呦，我大姐这鼻子可太灵了，她怎么知道我吃的麻辣小龙虾呢？呦，这是邪门了！哎呦，我天哪！二姐夫，哎，你把那水递我一下呗。你自己够不着啊，反。哎呦，哎呀，我小姨子啊，这学生啊，就是辛苦啊。行行行，姐夫给你递过来。哎呀，给。哎，哟，小美丽儿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嗯，都好几个月了。不是，你抽空到医院去看看去啊。没事儿，正常。二姐夫啊，有山楂吗？山楂？嗯，这什么月份吃山楂呀、啊？再说，就现在有山楂呢，它也酸呢。我就想吃这口。哎，咱别吃山楂了，咱吃西瓜行吗？西瓜甜。姐夫给你买西瓜去。哎呦，你快吐出来吧！你不吐我都吐了。哎，哎呦，这不对头啊！哎呀，我回来了，哎呀，饿死我了。啊？你怎么才回来？我怎么了？你不是有饭局吗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坐，你坐。干啥呀？坐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干啥？我饿了。哎呀，饿了，等会儿再吃。什么事儿啊？咱家出事儿了。出啥事儿了？出大事儿了。出啥大事儿了？小米粒儿，咋的了？哎呀，我都说不出口。我吃饭去。你别吃饭，净知道吃。告诉你啊，小米粒儿有可能怀孕了。啊？小米粒儿怀孕了？站起来！陈顺芬啊。啊！你什么人呢你呀、啊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小米粒的姐夫？我是啊。小米粒是不是你小姨子？是啊。哪有姐夫往小姨子身上泼脏水的呀？不是，他为什么怀？为什么怀？为什么怀？人家小米粒是个大姑娘，传出去的还让人家活不活？不是他怀什么怀？怀什么怀？你要不是我妹夫，我一脚给你踢出去。怀什么怀？怀什么怀？什么人呢？你这绝对好好改一改。我犯的？不知道。你这么说就很正常。大姐夫，哎，有山楂吗？这啥月份啊？哪有山楂呀？那你把那醋瓶子递我周两口也行。不是，我说小米粒儿啊，你平时最不爱吃酸的，这咋还喝起醋来了呢？最近这一阵儿就好这口。那个小米粒儿 啊，这样行吗？咱吃点别的吧，西瓜下来了多甜呢。苹果行不？猕猴桃行不？我的妈呀，老范家天要塌了呀。顺风啊，顺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，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小米粒儿啊，怎么了？小米粒儿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不好意思说呀。哎、呀我还有事儿啊，我得出去。你别出去，你听我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小米粒儿怀孕了。小米粒儿怀孕了。站起来。
你这么高，小姨子身上泼脏水的吗？你听我跟你说，你说什么？你说，我告诉你，小米哥还没结婚呢啊！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你听我跟你说，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也就是你是我大姐夫，你要是外人，我一脚我给你奔月球上去！我，哎呀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说什么？小米哥真的，你怎么知道她怀孕了？当年你大姐怀妞妞的时候，跟她这个状况一模一样。我刚才就是这么跟你说的，你不信呐？这可咋整？咋整？啊、这要让爸妈知道了、啊，那么大岁数了，啊、这还不得咔嚓一下翻过去啊？可不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树叶遮咋回事啊？胎教。你听见没有？这首歌说明了一切呀、啊。这首歌咋能说明一切呢？哎呦，你小的时候，你妈妈抱着你啊，没哄你睡觉，没唱过这首歌啊？没唱这首歌，啊？那唱的什么？大姑娘美呀，大姑娘啦，大姑娘走进了金沙沙。行了吧你？哎呦，怪不得你这么土。不行，哎呀，不行啊！怎么办？不行，这事我得管，我得问他。你等会儿，怎么的？你是姐夫，你怎么跟小姨子说这事儿啊？我是他大姐夫啊，我就是他大哥啊。小米粒是我亲妹妹，我能不管吗？这事让咱爸咱妈知道了还得了啊？不是，不行，我得去找他去。你这样，大姐夫，我得找他去。你这个人脾气直，你不行，你万一伤着他，我先问问他啊。小米粒，哎，姐夫，哎，小米粒啊，来，我扶你吧啊。哎呀，小米粒啊，姐夫问问你啊，这一段时间你是不是觉得？是不是有点负担呢？啥负担呢？啊，就是这个肚子是不是有点负担呢？肚子啊，肚子。那个小米天啊，大姐夫问你啊、嗯，你必须要实话实说。嗯。你是不是有了？啊？有啥了？有啥就这儿。你们看出来了？啥子才看不出来呢？呀！成功了！哎呀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啊！哎呀，你说这事儿是谁干的呀？这是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大爷，谁干的这是？你看见了吧？啊，事实已经摆在这儿了。现在咱必须找到那个肇事者，必须找到，否则怎么罚款？罚什么款？你就是个物业的你。谁干的呀？这是，物业，啊？田笨笨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啊？不能！我觉得田笨笨不是那种人。我告诉你，越是看着不是这种人，越干这种不是人的事儿。刚哥，刚哥，你看一下啊，财务报表出来了，没什么问题，你签个字啊。哦，笨笨啊。来，哎呀，坐啊，坐，笨笨啊，小伙子不错 啊，以后到我家来不用客气，你看你老这么客气。哎呀，我不客气，哎，你俩不在家的时候我常来啊。哦，常来啊，啊，常来好啊，是对，我不来都不行，小米粒不愿意。哦，刚哥，签完了吧？签什么签？笔坏了。都给你换一个呗，也坏了。那你找找哪个没坏？全坏了。刚哥，这是咋的了？这有问题啊？你说咋的了？田笨笨，田经理啊，我可没看出来啊，你是这样一个人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哎，啊，二哥，一支笔至不至于啊？什么一支笔？这是一支笔的事吗？别，这是一支笔的事吗？大姐夫，你干啥呀？这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你看你。对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不是，什么一家人呢？你装什么傻？什么一家人呢？俺们家小米粒都让你崩成爆米花了，你说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哎呀，赵哥，什么爆米花啊？田笨笨啊，你啊，哎。大姐夫都这么说了，你还在这儿装？哎，你看看我 啊，看看我。不是，你俩咋的了？二哥怀孕了你啊？你二哥怀啥孕？他有这本事吗？哎、他有这本事吗？俺们家小米粒，小米粒，你要是山楂，我给你买回来了。山楂。二哥啊，小米粒怎么的了？田笨笨。怎么走哪儿都能碰着你呢？啊，
这里不欢迎你，告告告！你有病啊，王小倩，这是你家呀？不是我家还是你家呀？快成他家了。哎、对，家房子卖了。我们家什么房子卖了？没有。王小倩，来来来，你过来。到我们家干啥来了？小米粒想吃山楂呀、啊。这里边还有他的事儿呢。啥事儿啊？王小倩，你也是肇事者之一呀、啊。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干啥事啊？往后退。你连自行车都没有？你什么自行车？我就问你俩，俺们家小米粒的事儿，你们必须得给个交代，必须得说清楚，给个清白。啥清白呀？自己看。姐夫，哎，来了，山楂买回来了。哦，哟，笨笨啥时候来的？刚来呀、啊。不是刚哥，小米粒咋的了？咋的了？还没看出来吗？俺们家小米粒儿，俺们家小米粒儿怀孕了。你俩就说吧，是谁先上车后买票？你们俩给我听着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他爸爸是谁？田笨笨。平时看你斯斯文文的，没想到你偷摸下黑手。你有病啊，王倩！你住手！不收！哎，你们听我说，不是、那个、你别说话，你是受害者。你闭嘴！你什么意思啊，王倩？我啥意思？你不明白吗？不明白。孩子谁的？哎，别说话！你是受害者。你闭嘴！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你们听我说。你还能说什么？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还能说你是假怀孕？是啊。谁信呢？小米粒。看清楚田笨笨的人品没啊？你怀了他的孩子，他却不承认。我告诉你，王小倩啊，别侮辱人啊！你是男人不？废话，你要是男人就认了这个孩子。我不是我都认什么认呢？你要是男人就敢做敢当。我做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做。那是谁的？我不知道。我的。不对，这里边有蹊跷。我明白。不对，我跟你说啊。我告诉你啊，王小倩，你要冷静啊！我跟你说，不是什么活都能接的。大姑父，这活我还接定了，我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。哎呀，王小倩，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！这个行为证明了他的性别，你还真是个男的。证明是证明了，他有点虎。大姑父，哎，我当爸了，我爷爷知道这事能干死我不？你放心，不光你爷，我都有这种冲动。哎呀，你们听我说，不是你们，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听我说吧。啊，这么回事儿，那小米粒他们学校不要排话剧吗？让他演个孕妇，他不知道孕妇啥样，我这不教他练的吗？咋的？信了？你说他俩傻了吧唧信了也就算了，你说你俩真信了啊？虎啊！记不住了，姐夫。我傻呀，听讲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小米粒儿把美貌与智慧并存的二姐夫给赚了！哎呦，我受不了这个刺激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赔偿我的损失！就你们俩，这么简单的局都看不出来吗？缺心眼儿吗？行了，往下，虚惊一场啊！啥虚惊一场啊！我孩子没了。陈笨笨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假如今天这事是真的，你敢承认那孩子是你的不？你想孩子想疯了吧你啊？缺心眼儿吗你不是啊？让你认个孩子有那么费劲吗？你是不是买不起奶粉？你是不是买不起奶粉？说。